家好，我是秀厨娘。我们这边有一个池塘，这个池塘里边浇地浇的水都已经没有了，还有这么一个一个的小水窝，这里边有鱼。我们今天来捞一些鱼回家，看我们抓到了大鱼。这种小鱼太小了，我们把它给放回去的。这个水库马上就干了，这些小鱼可能也活不了了。龙虾吧，那还真是。哇，大龙虾哟！看抓到大的了哈，这就这么一小窝水，然后但是里边的鱼还是挺多的，这种鱼最好吃。来又一个，这真是徒手抓鱼啊！啊，哦，还有一条。哦，到了跟这儿了，好的，好的。哎呦我的衣服，我去！来来，过瘾了，过瘾，过瘾，过瘾！小敏虽然没下河抓鱼，但是小敏这个眼特别好使，在上面给我们指导，她哪都能看见。她发现了一个龙虾，对，又一个，跑下去！哎呦，这个大，还是一桶啊？对，把它放生了，我到手，放生，不能挂它。前面有个大坑，我们去看看。哇，这个大货！我手底下还有一个，帮忙管他。等说再下一个就是爬上。走他多费劲啊，走着他。来，帮我提开点，提开点。嗯，这大。又一条。哦，这个龙虾好大，别跑哦。这是个大货哈。两个龙虾。这是什么鱼啊？嘎呀，俺们叫嘎呀。你们鲶鱼吧，这是。这是嘎鱼。这是嘎鱼，跟鲶鱼一堆的。哎，爸爸，快这里，爸爸，快点。这一个。鱼，哎呀，这个鱼大。这鱼应该比那好吃吧？好吃。这鱼好吃。哎，走。你那个真够大呀。还有一个大虾，一个，还有来个大的。看我们不到半个小时已经大成鱼了，哎呦，我估计我这套衣服已经废了，你看都是些黑色的紫泥点，我脸上也有啊，你看身上。看一下这个大鱼，因为没有水了，所以它都给晒死了，被鸟吃成这样了都。有你看看，来拿桶，快拿桶，你们两个人搁那看什么？你看我的脸上都死了，快点来。收获不少啊。终于不止吧，今天我们的收获还是非常多的，看十几条这种大鱼，还有十几个大龙虾，还有这么多的小鱼，我估计这些的话一共有十来斤吧的。龙虾有十几只啊，两条嘎鱼，鲶鱼叫鲶鱼，嘎鱼叫嘎鱼，这种鱼是吧。好了，我们下面整理一下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下期见。